弥勒街31巷石弄街口，映入眼帘的是好几盆的圣诞红，搭配应景盆栽，充满圣诞节气息。志工们用心照料这些植物宝贝，跟花草培养好感情，一起帮家园穿上新衣。我们这里的里长很用心的布置我们的社区，让我们圣诞节有圣诞节的气息。这个墙直墙做得非常美丽。这些花草嘛，也是我们每个志工哈，每天走在这边的时候，都给他欣赏一下，也给他摸摸看，把那些枯花把它拿下来，然后让大家呢欣赏。这是圣诞红。红绿交错的围墙在好天气的衬托下超级有 feel。 里长刘山珍表示，原本墙上大多是香草植物，没有圣诞氛围，好在新北市议员连斐凡热情赞助80多盆的圣诞红，加上他自己自掏腰包，在31巷石弄、36巷十八弄、41巷路口，还有一些店家放上圣诞红，装点民乐里。我希望我们的里内呢，在民乐街上，不管在大街小巷都能够看到圣诞红，然后增加我们圣诞的气息，让大家快快乐乐的，每天都心情很好，这是我最大的心愿。打造浓浓圣诞风的温馨家园，里长携手志工为社区注入新活力，一点一滴营造出非凡成果。圣诞节快乐，耶！中央新闻陈嘉云永和报道。